羊一群。哎呦，好好好。哎，这后面拉出来的，这是我们买的管子吗？对，用了一节了嘛。不够啊，我们先，因为前面那个地方那个水源的地方要做了个水泥啊，这个管子要先铺进去，不然到时候定型了。好多泥巴，管子铺到半面，半个铺不到估计。啊，你差不多一半了。看见没有？我也是怎么这地方饮水啊，你看水好小。上去种田，第一最重要问题是要水啊。别看我们这青山绿水啊，真正在耕田打田水啊，还是有的时候看靠天吃饭的。你看，即使前面下一波大雨啊，你看我家那个水啊，这个水好小。哎，不过你这个水不用，这个水只适合养田啊，打田水还要等下波暴雨，平沟了，这个水就够了。哎。你不要拉上可能有些朋友现在估计有点懵了，有点费解，因为我们前面刨了沟了，为什么还牵管子啊？打田水和养田不一样，打田水必须大，而且这么一根管子水完全是不够的，要这么大股水才够啊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沟啊，水面要平沟表面啊，我家那几球田才能打得出来啊。打出来以后，里面田里面有水了以后，就可以用这个管子啊去养。因为到夏天以后，看东宝去年视频知道，一到夏天啊，秋天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就是其实比较干旱，没水了。你像这么点水，你看，只能到这个位置啊，它就全部浸下去了啊。所以说，只能用这个小那个皮管把水引过去啊。到它这个主要是应对旱季的时候啊。如果是全部铺水泥的话，那个代价有点大啊。这是我们去年引了一个山泉水剩下的管子、如果全部用了大皮管，这么大的皮管，那代价也大，估计要几千块钱。水管有点短了，到时候还要买个半圈管子就够了。这是32的管子吧？养我们家这300多田要这么大管子水才够啊。这个管子其实就是应对蒸发量的，蒸发啊，温度高的时候，它水患蒸发率就用这个补充啊。今天有点烧，有点直播啊。今天太冷了，比昨天还要冷。
你应该拿两个粑粑来的。说粑粑起哦。三位生产，请坐下。这里一个应该搞得好，搞好的，搞好。我老子把它扯远了。你昨天剩的那些，今天能跟完不？那肯定能嘛，这儿早些嘛。我一个半小时就走。那我过去搞啊。嗯，好。我把它跟完一下。现在开始和水泥。这是寒冷中的一丝温暖。叔叔，嗯，你冷没？冷啊，做工难的，嗯，冷哦，也有点，有点冷哦。搞着呢。嗯。嗯，大家看看，现在这股水好小。今天搞这些就是为了防止旱季也有水养田。冬宝都要跟完了，这秋天。你都要跟完了呀！啊！我说你要跟完了。啊！我说你要跟完了。嗯，跟完我田坑了，田坑边上我还要搞点面。田坑必须搞深一点，现在就是万事俱备，只差下大雨。一下雨进来就可以再耕一遍，再爬一下。我像我爸说，这个都不用再耕了，他说已经耕得很深了，就直接爬。但是看吧啊，确实这个可能是这个犁头比较好吧，他挖得好深。哎，这个栽秧就像我妈去年说了，哎，我耕的田差点都打湿了，再看，就是有的是太硬了，没耕到一些地方。这次就是慢慢跟，每个角落我都给它跟得很深啊。万一没有大雨呢？没大雨，只有等雨。这个半天只有那股水，没地方引水来了，嗯，知道不？你就只靠那个水搞完了吗，老板？嗯，那个已经搞完了，然后说接下来继续搞昨天那个水槽。哦，现在就只能等那个水。你们有没有看那沟？虽然一直有水过来，到中间那节就没水了，它水全部进下去了。水太小了吗？嗯，必须大水，我们冲过来，很猛的冲过来，很反的话，它就直接进下去了啊。所以说，靠天吃饭，哎，这一把田要是没那个水，就搞不好啊。积雪。
是不是啊？现在应该够的吧？充了多少？七个钱。还钱、啊？是，我没给你提的。水槽已经搭好了，就只差一波大雨了。等会儿晒圆没？晒圆了。好，基本上搞完了啊。嗯，花费一天时间。哎。昨天半天，今天半天。哎，就等那个水进来了啊。水槽也搭好了，嗯，水进来就爬吧，还差一点点。嗯，这个泥脚是真的很深了，你看，整个泥头都陷下去了。嗯，可以啊。水槽还差一点，嗯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嗯，问题不大。好吧，看这个田先把这个田全部搞完吧，再开始搞下面那个田吧。最好把这个田都爬完，不然就是抬上抬下难抬啊。嗯。因为是这个做秧田，一爬完就要垄田看。秧田搞完，其他田就不急吗？其他田就不急，这上面有水，下面也好搞一些啊。因为这个田到时候在最上面的，到时候养点我们本地正宗的稻花鱼啊。这球田就养本地正宗的稻花鱼啊，其他就养训练那些鱼啊。好吧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